唔係 AI 嘅，呢個係1984年林子祥創作歌集入邊嘅其中一首歌。佢係林子祥嗰只碟咧最紅，我亦剛我講過啦，就是、每一個晚上就反而唔係去作，其他全部去作嘅。咁嗰陣時你覺得啊嗰只最好聽就唔係去作，但係後來聽翻咧。其實嗰碟咧，隻隻歌都 OK， 有咩師傅教落啊、床上的發光煙啊、追憶啊，都好多好歌嘅。好啦，講下講埋啲新聞先。嗱，澳洲今日起實施離線權法例，允許大部分情況底下，僱員喺工作時間以外咧，可以拒絕回覆僱主嘅電郵或者電話。如果僱主違反規定咧，有可能會被處以罰款。新法例咧適用喺15名。員工以上的企業，少過15人咧嘅公司咧就有12個月，即係1年嘅適應期 （grace period）。法案由聯邦政府提出，今年2月獲得澳洲參議院通過，就係話讓員工喺落收工之後咧有權離線唔回覆工作相關嘅電話、電郵或者信息。如果有違反條例咧，即係員工覆佢嘅話咧，員工最高罰款會罰19,000澳幣，公司最高罰款就會罰款94,000澳幣啊。好啦，這個呢就不是什麼首先嘅首創的法例，澳洲、法國在2017年，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比利時等等幾個國家都紛紛仿效啊。咁而家至今咧，全球有超過20個國家推行，大部分都係歐洲同埋拉丁美洲。咁以香港，如果以前咧民主黨班有喺度，或者嗰班官咧，即係而家嗰班官，你知香港啲法例多數都係由即係行政主導啦，可能都會推行嘅。咁呢啲咧如果用道德啊，用人嘅自由權嚟講咧，梗係會覺得好歡迎啦。咁我都歡迎嘅，我歡迎佢哋呢啲咁嘅歐美國家咧，去攞嚟賤，攞嚟死，要死唔俾你死咩？啊，喂，解下俾你做，你係屌你諗你剝削啲員工嗱。老實講，收個工咧，我認為咧就盡量可以唔煩咧，就唔好煩啲同事。喂，咁但係咧即係或者我啲同事可以講啊，基本上咧。其實啲 group 咧就只有佢哋出聲，我係絕對唔會出聲啊！即係我係絕對唔會咩出咩 post 啊！如果出得嘅咧，就係有緊要事嗱。咁呢樣嘢就係僱主嘅自律。點解有立法咧？當然有啲僱主或者個上司好唔自律啦。哇！但係咧，去到咁樣立法咧，去到咁樣管到咁細咧，我係當然反對啦，係嘛？因為呢個世界上有啲嘢咧啊，你可以話係。即係好難去平衡啊！但係一用法例去管咧，我就覺得好撚笨拙啊！咁如果有啲同事佢好上進，佢好希望表現自己，或者有啲好急嘅、好 urgent 嘅啊嘢，譬如我哋做服務性行業上口啦，要同老細通個電話，咁又得唔得咧？啊！嗱，呢啲好難平衡啊！你問我咧，我希望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就唔好咁撚笨拙啦。不過你要笨拙都冇撚辦法㗎啦，好學唔學就搞埋呢啲咁嘅法例。呢啲係攞嚟賤嘅，好啦，咁啊，另外呢個湖南南華大學嘅研究咧，我係絕對唔認同嘅。最近湖南南華大學研究出，咁當然啦，其實呢個真係好難講啊。又即係頭先講翻頭先個議題啊，有啲網友話唔係喎，啲老細咁嘅夜晚好撚煩，唔復佢又唔係，一定會有咁諗啊，就係話對你嗰份工作幾投入咯，即係其實最可憐嘅、最好最可悲嘅就係。大部分人，我發現大部分人對工作唔算好投入啊！嗱，對工作唔算好投入，唔係有錯噶，但係咁樣個生活咪痛苦咯，日日喺度數幾時有假，幾時放長假，屌你老味！我就係真係覺得我幸運啊，因為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嘛。譬如話執場辛苦，我喺度屌，我真係好撚中意執場，你吹兩掌咩？啊，咁我咪唔會覺得痛苦咯。我星期日翻嚟開門。人哋 A 班嗰陣我都冇撚理佢㗎，我喺出邊咯，執嘢咯，係咁我執嘢啊，吸地啊呢樣嗰樣。佢跟住啲客又知道我，喂今日喺度我又上嚟又做翻幾皮嘢生意，我都唔知撚過癮啊！即係你要樂在其中，但你揾份樂在其中養得到你嘅工作咧，真係好難。啊！嗰陣時我哋睇大時代啦，或者好多唔同嘅文章啊媒體啊都有講過啦，係嘛？會揾一個你能夠發揮到嘅地方，你就自然會做得好嘅，事半功倍。但係咧，呢一個真係一個幸運嚟嘅，大部分人咧都係營營役役咯。
好啦，捱大啲細佬啦，啊，佢結婚喎，出嚟做幾年嘢，結婚喎，飲埋嗰餐喜酒，翻到屋企啊，發條腰有啲痛痛地，屌你老母閪，仲唔好話絕症啦，身體衰老啦，過多幾年啊，好恨我個新抱同你生個孫，佢唔生啦，咬佢撚食啊，冇符啊，終於到你年近八十啦，個仔都四十幾，啊，突然間掟一件出嚟。屌你咩！唉，真係希望條命長啲，可以睇住個孫大啦。哇！個孫終於去到小學三年級，係希望可以去睇到，等到佢嗰陣時都八十二啦，你睇到佢小學畢業啦。哦，小學畢業，咁你就完咗啦，你終於都要走啦，離開呢個世界啦。咁你然後回顧一生啦，成世人都係營營役役，唔好講追求理想啊。嗯。直情係自己為乜都唔知，好似啊，係咪我就係為咗繁衍下一代？而下一代咧，又未必或者佢後來未必會願你大把好咧。甚至乎有時嗌喺交上，就會講埋：，屌冇人叫你生我出嚟㗎，仆街嚇，都好 hurt 你添啊！縱然你面乾水濕，嗰時你喺度諗：，我有生命真替啊！但係諗唔諗掂㗎啦？你唔使諗㗎啦，因為咁多宗教或者咁多啲聖人嚇啊先知都解釋唔掂，你諗得點係嘛？咁啊，但係能夠即係你話喺自己生命入邊，喺生存或者工作期間揾到份工你係中意，或者能夠喺入邊咧揾到一啲啊樂趣咧，都真係好幸福嘅事。好多時我發覺咧，即使嗰個唔係你嘅理想，每一份工咧，其實佢都有當中嘅樂趣，你係可以揾到出嚟嘅。無論嗰個係咪你喜歡嘅嘢，但係好多時點解會揾明明揾到啲樂趣啦，揾到啲滿足感出嚟，你都係要數日子放假咧，就因為人嘅關係啦。公司啲冚家產啊，啲閪人啊，屌都俾個上司壓住冇得升嘅，即係唔係唔好淨係講升職啊，係啲人閪啊，啊，即係譬如個老細學嚟話，即係老細唔升你啦，啊，咁你就冇得發揮啦，啊，好啦，咁啊最近咧有湖南南華大學研究就話佢話咧，喂，你如果成日食辣嘢咧，會降低你個啊高骨醇，即係高丸個高啊嘅水平。增加勃起功能障礙，即係屌你賓州啦，即係陽痿啦嘅風險。每週食用辛辣食物三次男性咧，罹患陽痿嘅風險係普通人嘅三倍。嗱咁樣我就冇咁咩啦。其他嗰啲唔講啊，咩睇落荷爾蒙都唔講。總之你食得多辣嘢就會容易陽痿，而且喺戀愛入邊更加容易產生易怒性格，同伴侶爭吵嘅頻率更高，導致唔和諧。報告話，因為唔和諧，亦都可能間接加劇你陽痿嘅情況。各位網友，我睇印度唔係咁喎。各位網友，嗱，首先咧，印度係咪食辣去食咖喱啫？係咪辣咧？係另一件事。我講我啤你。嗯。基本上我真係無辣不歡，即係我講好多次咧，好多網友都唔信嘅。但係當我哋親眼目睹之後咧，我都話我識嘅人，我相信一定有嘅，一定有嘅，但我仲未遇到。我無論是男女老友、國內國外吃得辣過我的人咧，我不需要特別層鬥辣，真的我都未見過。因為基本上我是那種，即我老母仲喺度嘅話，喂，真係好口淡淡，叫我老母買定啲紫天椒翻嚟，紫天椒嚟釀啊，釀嘢，綠色嘅好，紅色嘅好，釀啲魚肉啊，即係煎釀三寶啊。但係好多時佢都未必辣嘅喎。嗯，我去到最後咧，我而家食飯係點？我仔嗰啲就知啦。我係有啲細細只嗰啲紫天椒咧。我即係擺喺個冰格度剪碎佢，即係等住我哋打邊爐嗰啲啊！我係嗰個，我驚我唔開胃，我碗飯我都要揾啲剪天之後去攪勻佢，一度食飯一樣有其他剩餸，咁個飯咪辣咯，我咪好食咯。但我食辣都有邏輯嘅喎，唔係亂鳩咁嚟嘅喎。有啲嘢你係唔啱辣味嘅，譬如我食生果，我冇留加啲辣椒油落去啊，係嘛？譬如食雲吞麵冇留落辣椒油啊，食雲吞麵係落辣椒醬啊嘛，你要搞清楚。食潮州粉麵就係食落辣椒油。好嘅，其他正常餸咧，譬如煲冬瓜湯，咁就係冬瓜盅啦。我老婆整冬瓜盅就係冬瓜盅，都落辣椒。咁我自己就係我碗啦，因為費事你啊嘛。我落辣椒，哇，咁咪好味啲咯，野味啲咯。蝦，我食蝦餃，我唔係點辣椒油嘅。我係有個袋仔啊，如果我同我老婆出街咧，有個袋仔啊，即係嗰啲密實袋，袋住啲剪咗即係細啲嘅，即係打邊爐嗰啲啊，紫天椒啊，我揾啲紫，即係連埋紫天椒，連埋嗰個啊蝦餃嚟食。咁咪好味咯，有辣嘅。雪糕就唔會咯，即係甜嘅，講邏輯嘅。係係。但係我絕對唔覺得我有陽痿嘅情況咯。不過而家我唔會覺得太多，佢話係普通人嘅三倍。啊！我真係唔覺咯。好啦，咁你講印度，
屌你老母，冇撚嘢啊嘛！十五六億人點樣屌你咁降低佢高固醇啊？至於唔撚勃起點樣強姦啊？屌你老母，呢啲真係好撚揾嘢嚟鳩噏嘅！屌你老母多撚魚啊，黐撚線嘅！你話係咪因此而大火氣啊？我同你講有一樣嘢就係真嘅，食辣嘢影響我肝。咁但係我操翻個肝而家都未有事嚇。咁、但係呢個係最大影響嚟嘅。但食辣嘢會刺激腸道好喎、啊。有人咁講咯，但係又唔好。我食到而家我食辣嘢我都唔會安事㗎，我唔會刺激我腸道㗎。好似我嗰日我買一個我來也嘅豬肉乾翻嚟，係辣到咧，我就話哇！我話爹哋，屌你老母啲人普通人點食啊？咁我食啊，係喎，因為我都食到佢辣啊，你普通人食唔到啊，食唔到㗎啦，流緊曬汗。仲有一樣嘢喎，我話再辣都好，我絕對唔會流鼻水流汗，好似撚樣話食到屌你老母食碗牛雜粉，屌成身汗都黐撚線。OK， 好啦，艾力神二臟癌病逝，咁啊早預告㗎啦。艾力神算唔算係一個好領隊咧？但係李英格蘭咧？其實都不錯的，在2002年的世界盃八強入邊，俾巴西贏嗰隊三後路咧，其實就非戰之罪嘅啊。咁啊誒，但係我睇翻佢原來一生入邊佢教拉數，佢攞過十八個杯喎，咁又唔係我話佢差啊。咁啊，叫做亦都好勁嗰時，亦都係啊，亦都5-1贏過德國喺一個啊2023，即係應該係世界盃哇外圍賽啊。啲英國人講足廿年啦，屌你老味，講成世都。因為點解咧？但係你要搞清楚。嗰陣時嗰隊德國係差唔多最撚渣嘅，嗰陣時喺2002年嗰隊啊，雖然後來攞世界盃亞軍，咁啊有陣時踢波係咁啦，德國都贏巴西7-1咧，踢多場啦，你贏期你唔會贏7-1，有陣時踢波係咁樣嘅。我最深印象咧，艾力神咧就係佢嗰陣時俾唔知 BBC 定邊個定咩星報嗰啲咧，啲記者啊凍鳩佢啊，扮酋長啊，記唔記得啊？扮中東嗰啲酋長啊，話喂，屌你老尾！好撚掂啊！我想請你做咩教練啦、啊，跟住艾力神又吹撚曬水，喂冇問題，屌你乜點喎？我嚟，我打電話叫碧咸嚟㗎啦，打電話叫朗尼嚟㗎啦，真係吹撚曬水，因為然後你錄鳩佢，嗱嗰啲其實咧就真係叫製造新聞啦，真係你揾人扮酋長喎、啊，咁嗰次啊往事一堆啦，咁亦都有啲女朋友咧，即係佢前妻啊出嚟話，佢好風流啊，成日搞女人，有冇出奇？嗱、但係個前妻都話喎，別曬。即係除此之外咧，佢係一個好人嚟嘅，啊，咁啊早前佢就做咗一日啦，利物浦領隊嗰前嗰啲咁嘅即係友誼賽，咁啊亦都 Netflix 嗰個節目好似未出，好似呢個禮拜先出啊，就係、是、有個最後個 documentary 就係啊記錄咗啊艾力神嘅出咗未啊？你有冇睇啊？未。嗱，我唔肯定啊。因為我上個禮拜咧就上個禮拜睇 Netflix 個預告就話呢個禮拜出。咁但係而家已經走咗啦，咁都會睇嘅啊。咁算唔算係一代教頭咧？佢你唔能夠話係功勳教頭，好似費格遜佢未到嗰啲，亦未遠遠未到，但係都算係起碼係一個外國教練去教英格蘭，都係一個咩嚟㗎嘛？咁啊76歲，二臟癌咁啊咁講啦，即係一去到呢啲癌症，即係最惡㗎啦。二臟癌基本上都冇㗎啦。好，買下廣告先。好啦，各位網友，咁啊仍然係繼續去銷售啦。嗱，數數日子都唔係好多日喎，似乎就2-3個禮拜就到中秋喎。一年一度中秋節，你點能夠唔大破慳囊咧？好唔好都好，即係買啲好嘢食啦。咁買乜嘢好嘢食啊？當然係我哋嘅榴蓮月餅啦。咁我哋嘅頂級貓山王榴蓮迷你冰皮月餅8個裝，冇加價，348蚊。我唔理出邊風吹雨打，佢哋賣幾多錢啊？平嘅100幾蚊嘅都有，當然唔同啦。咁啊，梗係一分錢一分貨，食過就知道噶啦。咁啊，銷情我哋都向俏嘅，希望未買或者未訂嘅朋友可以直接上嚟我哋度買啦，又或者 WhatsApp 8481109度留定貨先，因為今年我嘅訂貨量相當有限。好，嗱，下一個咧當然係冰皮月餅啦，啊，黑刺嘅冰皮月餅，嗱，黑刺咧就高格調啲嘅，即係喺榴蓮嚟講，咁啊呢一個就4個裝258蚊。咁係咪好食啲咧？就好見仁見智喎。有啲人中意去回甘，有啲即係甘啦，我唔係話苦啦，好好食。有啲人話喂，我中意食純甜嘅貓山王。咁其實各有千秋嘅嚇。咁、你話如果送俾人兩個都得睇啊，
咁啊，如果識嘢嘅就梗係黑翅啦，最高價調。OK， 四個裝258蚊。好啦，嗱咁我哋咧啲馬來西亞嘢咧，基本上就全面齊貨啦，包括馬卡咖啡啊等等。咁呢一個咧都係我哋嘅啊招牌貨啦，我哋姜蒜檸檬蘋果草。咁點解今日我有呢張相？我有啊包裝嘅相就俾下包裝嘅相，有樽裝嘅啊，無論係樽裝750ml，定係呢啲包裝一盒特別有30包，一包有25ml，即係都係750ml。咁價錢一樣，都係293蚊啊！咁大家可以即係啊，如果即係呢個係我哋王牌第一號王牌產品啊，即係無論你想減肥啊、通血管啊，因為好多我哋唔應該去能夠做到，譬如有啲人話咁惡言咁樣，唔應該飲草幫到佢喎。但係真係，但係有幾個客都係咁樣喎啊！咁真係好奇妙啊！呢單嘢 ，OK， 咁大家可以試下呢個即係姜蒜檸檬蘋果草啦。嗯，好啦，木精眼藥水嗱，其實咧。即係長路永遠都有盡時嘅。我哋嗰個道理，即係我哋嗰個網友咧就話繼續咁，但我就覺得喂咁樣真係唔係幾好意思咁啊。所以咧啊，我未停住嘅機，人哋今次成，我都仍然用580蚊。咁但又限，但係因為我哋俾人投訴啊，因為其實公價夠780蚊噶。咁所以咧，各位網友如果有聽我哋節目嘅咧，喺網上面我哋改翻啦，我哋係賣780蚊嘅話咧，你就唔好喺網上度購買。你就 WhatsApp 84811079，無論喺外國地香港，嗯 ，OK， 咁啊等啊十五佢哋咧，即係報價睇下點樣用個咩啊 payment method， 即係個俾錢辦法。因為你直接喺個網上購買咧冇辦法，因為公價係780蚊，我唔能夠影響人哋噶嘛，因為我哋個網有 sponsor 啫嘛。咁啊，你如果你話喂我都想你個網有 sponsor， 我買五支就平一千喎，係 WhatsApp 84811079，咁就方便啲啦，即係費事人哋 cap 埋個圖，嗯，係嘛？就走去同我代理，即係同我廠商講，喂，有冇搞錯？屌你 benefit 同埋七五百八，屌你又咁樣貴俾我哋，咁我即係人哋難做啊，好嘛？咁大家留意啦。好，再去嗱呢一個咧個矯正凳啊，我嚟咗幾日，我未正式介紹過。咁其實我有大人199蚊，細路仔179蚊，其實一個好撚奇怪嘅設計嚟。咁你可以上網去留意一下，佢究竟點樣去矯正你哋咧？嗱，可以減壓啦。矯正姿勢咧，嗱我好 recommend， 特別係細路仔，你唔爭在100幾蚊，179蚊啫嘛，你擺落去佢平時做嘢嗰張啊，工作嗰張即係書台嗰張啊咩啦，食飯嘅時候又擺落佢食飯嗰張凳度，佢好自然咧就佢即係佢咁樣保護住佢，矯正住個坐姿係箍住啊，佢不經意地咧嗱，佢可以係爛，佢一樣可以爛嘅，但係係會坐得直條腰唔會歪啊，嗯 ，OK。咁所以咧，我係覺得呢個好好嘅產品嚟㗎。咁大家可以上嚟買啦，啊試下坐啦，179199，出邊賣300幾蚊嘅最平嗰間都。好，再去。有名人講。嗱，呢個段片嚟嘅。就算生活幾忙，幾多挑戰都好，都唔應該當薄自己。大家每日咁努力，為咗各種原因而忍口挨餓，生活唔應該係咁嘅。不应该只是吃没味的东西，不应该只是吃不饱的东西，不应该不吃东西。为什么市面上一直都没有一种健康又低卡的食物可以满足到饱肚而又好味，令到每个人都可以尽情满足自己，尽情开心呢？ Hungry Buddy 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希望带来更加健康、天然而低卡路里的食物，令到每个人都不需要再愁住计算热量，可以每一餐都吃得自在，不用再饿到漏。所以三年前，我开始找专人设计餐单，研究制作出真正好味的蒟蒻面和蒟蒻饭，由每种食材配料去 mix and match， 到逐款调味去调教，大大话话试过过千种的味道。找不同的厂家合作，为的都是令每个人不需要再饿到嬲，低卡都可以好好味，几时都饱住健康，饱住瘦。生活不应该 stay hungry， 应该 stay happy。Hungry Buddy。嗱、这个、呢個 Hungry Buddy 咧啊咁啊個頭先咧聯合創辦人啦，阿、Cherry 阿、Cherry 小姐咧，其實咧上我嚟煮個乾炒牛河，同我哋接受訪問㗎啦。OK， 咁我覺得而家做生意真係難做啦。咁我哋拍埋廣告，仲要自己粉墨登場嘅。OK， 嗱、如果你叫我啤你拍廣告咧 ，OK 啦，當然有導演有成我，我照拍咯。但你要我好似咁樣咁嚴肅，好似扮平時咁樣又懶係
咩咧？我真係唔諗到，忍唔到笑喎。Stay happy。係啦，我真係忍唔諗到笑喎。Stay happy。你扮曬嘢，歡迎扮曬嘢好。我已經忍唔到笑啦，屌你老母！一隻鏡頭影住我，忍唔住作陣。咁樣樣啊嘛。好啦，咁點解會再講下去咧？其實咧，我就好比較少講呢個產品，我不嬲我賣開，因為點解咧？少因為佢 value 低啊，價值低啊，對我嚟講。咁但係其實真係唔錯嘅產品嚟嘅。嗱，我哋出張圖睇下先，出張圖睇下先。咁佢上過嚟啦，咁舉藥咧，咁佢有好多舉藥飯面啊。舉藥係咩嚟㗎？嗱，呢度睇啦，又係魔芋咯，係屬於天南星科嘅魔芋，一般生長喺海拔較高嘅地方。咁有咩好處啊？含豐富嘅哇關金聚，睇唔揾到咩糖，補充鈣質啦，預防骨質疏鬆啦，抑制血糖上升啦，改善糖尿病情況啦。啊咩改變排啊便秘啊內臟啊毒素啊減少減少膽固醇啦、啊、保護心血管啦、啊、哇乜都得嘅增加飽肚感 OK 好啦咁其實咧我哋自己咧我要同大家講舉藥咧我自己食咁多啦我哋啲產品咧其實咧健康嘅嘢就真係冇咁好食嘅你問我講真即使舉藥都好、啊、喂飯都冇味啦飯其實有味咁但係我哋去到某個位置，我哋想減肥，我哋想我哋糖尿病好高，我哋唔食得糖分，喂，你真係好大鑊嘅喎。OK， 咁佢就幫到你好多手啦，啊，因為佢嘅卡路里好低嘅。譬如我哋食一個好大兜一兜啦，你足夠係會飽。譬如我解湯河咁樣，我都唔夠200卡路里係一餐喎、啊嗯。一般我哋食一餐，喂，隨時你好似我今日下晝食嗰個雜扒二。我隨時真係700-800卡路里啦，肯定係嘛？唔止啊，可能唔止添啊！咁我變咗，我話我就覺得呢個係好值得介紹嘅產品嚟嘅。嗱、啊，近日咧，佢嗱、啊、其實有好多味，我哋一直去淘啊，佢有好多味嘅啊！你哋可以即係幾十蚊出淘啊，逐張出啦啊！嗱、啊，但係其實咧，我哋而家後來發覺，我哋越賣越多咧，就係嗰啲原味嘅。嗱、啊，呢一隻譬如呢一隻咧，係日式豬骨湯麵，有埋只蛋嘅啊！咁係35蚊，見唔見到啊？佢係56卡路里，但係係 per， 估我睇唔到 per 500卡路里，100 gram，咁你譬如佢呢一個咧，我諗有250克至300克咯，咪80卡路里咯，嗯，係嘛？咁你係咪慳好多啊？嗱，呢嘢有埋隻蛋嘅，35蚊，好再去，嗱我係咁解出嚟，呢、這個好中意食噶。台式香菇拌麵啊，佢一齊曬嘢，其實拎開嚟倒落去就食得噶啦，就食得噶啦。你想熱嘅就叮一叮佢咁解嘅啫。OK， 咁呢個94卡路里100 gram， 咁你呢啲咪又係200-300卡路里咯，一餐喎。好再呢、這個35蚊，芥湯河啦，呢、這個62啊卡路里，哦100克，好呢、這個37蚊。嗱，呢個係我最中意食嘅，你係咪食過試過未啊？呢、嗯、個我最中意食呢個最簡單嘅，乜都唔使搞，倒啲飯出嚟，即係舉藥飯啦，倒埋啲料，搞埋一堆，中意熱嘅就叮下佢，37蚊 ，OK， 我呢、這個係我認為真係 the best of the best，OK，、okay? 再去嗱，呢個係番茄，我哋港式香港番茄湯麵啦，47卡路里，食乜嘢啊你？可以飽住喎、哦，再去。咁啊，呢一個就係、四川我個仔好中意食嘅藤椒寬粉，有嘅蛋嘅37蚊，冇蛋嘅我唔記得33定35蚊啊，咁都係啦，90幾卡路里啦嚇、啊。再嗱、啊、呢啲咧，其實你就全係有味嘅，你買翻去咧、就即食噶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仲有好多係冇味，即係原材料啊，包括咩寬粉啊、坑麵啊，咁嗰啲你可以自己加料啊。咁陸續喺日後咧，我做咩冇上咧？啊，應該仲有噶，啊，我陸續咧，我就再即係錄埋期，即係錄，因為佢其實做咗好多片啊，咁就好容易做啊，即係譬如佢講嗰啲咩山藥腩肉麵啊，啊，咁我諗大家都識噶啦，其實一般做呢啲嘢咧，嗱、啊、你，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肥咧，我哋係肥喺唔係啲餸度啊嘛，係喺。啲飯到嘛，咁你譬如好簡單，譬如我話紫菜蛋花麵咁講，咁你咪諗下紫菜蛋花湯有幾撚容易做啊？跟住你臨尾就將個舉藥麵倒落去，就好食你食即食麵咁解嘅啫。OK， 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呢一個產品啦。呢、這個我其實我就真係覺得好多鳩魚，真係做呢啲嘢。我如果我真係能夠咧揾到足夠嘅其他嘢咧，我就會
取代佢嘅。其實昨天我有幾個 supplier 咧傾開偈咧，佢哋都願意同我裝修。所謂願意裝修咧，即係佢哋做一個啊，又唔係話 shop in shop 啦，即係直情係整一個屬於佢哋嘅架、你個品牌啊、你嘅產品啊。但我諗一諗，咁太過荒謬我又唔中意，因為我有時見到突然間我喺街見到啲好撚得意嘅嘢，譬如啊跳舞尖咁講，即係突然間興翻，我又想買下。咁咪好啦，我又俾咗啲位佢，我又好啦，唔方便，所以好煩啊做呢啲。OK， 好，休息一陣，我哋翻嚟講一講啲國際新聞先。